大家好，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肉皮冻的做法，美容养颜，补充胶原蛋白。首先准备收拾好的肉皮500克，记得买肉皮的时候要买干净的，没有毛的，这样收拾起来比较方便。然后切成如图的条，把切好的肉皮放入盆中，放入2大勺盐，用手使劲揉搓，用盐的作用是把肉皮上的油去掉，搓到如图这样，用清水洗净，捞除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水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慢慢熬制，待熬制1小时左右，汤汁粘稠，晾凉即可。准备一个一次性的饭盒，里面放入适量的胡萝卜碎，少许盐和鸡精，把熬好的肉皮倒入饭盒中，放入冰箱冷藏。美容佳品肉皮冻就做好了。喜欢的朋友们，双击关注我，美食每天更新。